最近在中国综艺节目好像有被误会，不知道你是什么？有家人朋友的陪伴，就一切安好，谢谢大家。之前这个成都有个风波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啊？基本上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先总经理的问题先，你让他讲嘛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部分讲了就好了。基本上成都、台北、宜兰是我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，还有我自己生长的地方。那没有这些地方，这些人就没有我，也请大家理解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谢谢依晨今天来到我们记者会。